一秒扎丸子头。我前天看他的时候是17万点赞，我昨天一看40万了，评论一句啊，这有点绝，忍不了啦，姐妹们，我要来试一试呀，我现在就来试一下是不是一秒能做出丸子头。好像是这样，好像是拉过来这样之后手伸过来，伸过来，这个头发往前，Wenn du mich fragst, wo es am schönsten war, sag ich Sansibar. War eine harte Überfahrt. 10 Wochen nur das Deckel schrubbt. 真的可以吗？ Die Welt verflucht, in den Wind gespuckt. Und salziges Wasser geschluckt.我没用，是我的问题，可能是教程的问题，反正这个丸子头我做不出来，我也不想扎一个其他类型的丸子头剪辑，想告诉大家这个好简单，这个大家可以去试，做不出来就做不出来，我感觉它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丸子的形状，下回有好看的丸子头办法我再教给大家，或者我再做测评，这个我真没学会，对不起。